大家好，我是梅姐。最近常州突然降温了，给星星月月网购了这么多套衣服，今天到了，给他们试一下，看看他们谁穿的好看。给他们买了一套同款的毛衣，看看他们谁穿的好看。这是一套连体裙套装啊，一套的话是119块钱，你们看值不值？厚还是挺厚的。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一套，他们谁穿的好看，要不要留下来呢？来，我们现在来试第二套。大家看一下星星这一套小香包，买下来160块钱，她穿的好不好看，合不合适？看一下妹妹的，妹妹的话就是一个棉的马甲，这个马甲应该40几块钱。裤子的话，裤子也40几块钱，加厚的。大家帮我看一下星星和月月穿的这套衣服，要不要留下来呢？大家评论区给我留言。现在是下一套，来看一下我给他们俩买的这个棉袄。月月这套的话100块钱，还挺值的，这个可以双面穿，这个可以双面穿，还带了一个小兔子。星星这套的话是冲锋衣，140块钱。我想选一个挺纠结的，大家评论区给我点意见。今天的记录生活到此结束，大家记得评论区给我留言，他们穿哪一套好看，哪一套不好看。拜拜。